下面呢，我画一幅完整的这个锦绣前程。我们先呢，把锦鸡的位置和这个姿态确认下来。在初学的时候呢，一般我们最好呢，先用木炭条啊，打一个初稿。哎，先打一个初稿，打一个初稿呢，具体我们在落墨的时候就有把握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用重墨吧，把这个嘴勾出来。勾嘴的时候，先勾它的嘴的这个中线，然后勾上嘴，顺便把鼻孔勾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眼睛勾上。眼睛勾完以后，顺势我们就把这个眼球点上，瞳孔点上，把这个头和他的这个脖子后边的颈部那部分羽毛把它画出来。在这个眼睛的周围点一点黑啊，为了把它这个眼睛衬托出来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下壳用淡墨把它勾出来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它的颈部脖子后边这个羽毛的花纹勾出来，它是呈弧线状的。再画这个背部的羽毛，背部的羽毛呢，先用赭墨。点的时候用笔要肯定，见点笔触。然后再用稍微淡一点的颜色，把外围的部分过渡一下。下面把翅膀先把它圈出来，然后用这个比较重的折墨，翅膀上的刺激飞羽点出来，然后用更重的墨把这个初级飞羽点出来，点的时候用笔要肯定一点。再用这个稍微淡一点的墨，把这个尾上腹羽有一部分黄色的羽毛把它勾一下。下面我们就可以画它的尾巴，画尾巴的时候呢，笔要略微大一点，用这个折墨，用笔要肯定，看准了这个尾巴的它的动态，侧面再画这么两笔辅助的小的羽毛。
然后呢，趁着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情况下呢，把背部的这个花纹点一下，用比较重的墨。然后再用石绿使它融合在一起，这是它的这个背部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朱砂画它的胸部和腹部。朱砂的颜色要浓一点，可以在这个笔的肩部吧，稍微的调一点曙红，或者是调一点这个胭脂啊，让它更重一点。点的时候呢，看准了，注意这个鸡的造型，跟它的这个胸衔接好。嘴部下颌这部分衔接好，这个尾下腹羽这部分让虚一点，把这个腿点出来。现在基本上呢，这个胸部已经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呢，这个锦鸡的造型呢基本上就已经就确定下来了。下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颈部这部分羽毛把它染上，调一个橘黄，颜色不要太厚啊，太厚的话呢，它就把这个点的那个花纹呢就给盖上了。头顶的颜色浅一点，浅淡一点，一个淡黄。顺势我们把这个背部下边它这个尾上腹羽这部分黄颜色把它画上，尾巴的侧面再画几笔红的这个羽毛。然后呢，尾羽上用这个比较干的墨画花纹，最好呢干一点笔。画的时候不要太拘谨，最后我们再从整体效果再整理一下，淡的颜色再调整一下，因为有一些个空白啊，需要把它这个盖上。把这个嘴用一点赭黄染一下，眼睛染一点淡绿，把这个腿画上。画腿的时候呢，用赭黄色，颜色稍微暗一点。Thank you.
然后用深一点的赭黄把这个它的花纹，也就是那个腿上那个鳞甲纹，下面我们用这个淡墨把这个初级飞羽稍微染一点，最后呢用一点白颜色把这个嘴的下壳和这个翅膀上染一点白，白颜色不要太厚啊，薄一点。那么这个锦鸡呢画到这儿呢基本就画完了。下面呢我们接着画这个紫藤，画紫藤一般先考虑它的这个枝干的生发，它的运动线，因为这个锦鸡呢是从右上向左下方这儿的一个运动的方向，所以呢我们画这个紫藤的时候呢就不能也是这种运动线了，最好呢和它形成一个角度啊，形成一个对比关系，在画面上就比较舒服了。挑一个赭墨，用笔要流畅一些，来先把这个大的走向把它画出来，画的时候呢要最好胸有成竹，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画这个叶子，叶子我们用草绿藤黄加花青，花青可以略微多一点啊，让这个绿颜色稍微的偏一点蓝头。颜色也适当的要有一点变化，可以适当的调一点赭石里边，让显得色彩丰富一点。小叶可以偏一点红头，颜色要淡一点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叶脉勾上，用墨比较深的叶子用重的墨，
一点的叶子用淡一点的墨。小叶就稍微的带这么一两笔就好。下一步我们点花，用曙红加白调一个淡粉色，然后调上青。这个点花的时候，花瓣要注意这个聚散关系。然后我们再用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点上这个花苞。和没展开的花瓣，用草绿稍微调一点红，调一点赭石里边，花的枝子勾一下。勾的时候要有一点，用笔要有一点力度。然后我们再根据画面的需要吧，适当的有些地方再点一点这个后边的花瓣，这就起一个衬托作用，啊，增加一个层次关系。然后用赭石
最后呢用黄在它的这个空隙的地方稍微提一点黄，黄颜色不要太多。最后我们再调整一下，根据这个画面效果看看哪儿还需要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最后用这个赭绿色稍微点一点苔，点苔的作用它也是丰富画面的效果。那么这个画画到现在呢基本就完了，我们再把这个地面处理一下。它这个地面呢画一点草地，画一点草，然后呢点一点地上的苔就可以了。点苔的时候颜色要淡一点，就用这种赭石稍微调一点淡绿就可以了。点苔要有虚实变化，这幅画呢画到现在呢基本就完成了。下面我们再把字写上，字呢写在这个位置，让它记得前半部分有一个空间，效果呢可能更好一点。
那么我们盖上印，哎，这幅画呢，画到现在就结束了。